现在傍晚时间啊，让这个狗吃点饭，发现它在这上面还挺活跃的。毛豆在那边喝水，嗯，相处的还好吧？看起来还可以，还是能玩到一起的。嗯，这我要走了，这家伙还拦在门口啊。家伙的是相当活跃的，我发现这家伙，嗯，去边去，去去去，你跟他俩玩去，你往我身上跑啥？嗯，哎，这家伙往我腿上咬啊，这肯定不行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晚上8-9点，我吃完晚饭。不知道咋回事，感觉忙了一天，安排楼上楼下的几只狗啊，我都感觉特别的疲惫啊。刚才躺在这儿，一摸我的头，好像我这里又发烧了，脖子特别的痛，可能现在又发烧了。昨天没发，今天又倒下来了，昏昏沉沉的。哎，医生管大号了。哦，那你要医生坐吧。那要医生。啊、哦。走吧，然后我现在衣服穿上了，准备出发去打一针啊，去看看吧，看看。哎呀，做医生不行吗？医生，嗯，现在菲菲带我去找医院啊，嗯，看哪里有开门的，去打一针，真的是太痛苦了。别看，扶手镯子。放松，这针打着肯定可疼，不疼。中我老怕疼，给他打着我感觉我的屁股都是疼的。真是几十年不打了，好了。你按住按一会儿。好。这还有一包呀。我快吃完了吧？掉两顿了，要不再包点吧？这都烧39度多啊！嗯，39度。这是该烧凉了，咱气都我吐这儿给结了。我这吐那儿，我感觉他慢慢我就往上升了，感觉不对。嗯，我说这药吃多了，一天3顿吃，没一点效果，我这回。然后现在打过针了，他医院这边吵死了，那边都花了200多块钱，他这个针太猛了，他说的这个打的针比那个啥呀，比输水还管用啊，就是这样，抓了一些药啊。他说我这里根本就没恢复，前几天吃的药算白吃了，我不知道咋回事啊。现在回家了，菲菲带着我回去了。
是这样啊，太难受了。待会儿我给您弄点粥喝，好不好？看今天比昨天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大家伙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啊。昨天晚上呢，由于阿飞然后又起烧了，烧的比较高，39度多，然后呢，我带着他去打了一针，然后又拿了点药。退烧了，然后后半夜又起烧了，现在还在那儿睡呢。哎呀，一直反复的发烧，他交代我给小家伙弄点吃的，我给他弄点粥，然后给他弄点这个肉罐头，待会儿给他弄碎，待会儿给他这个毛孩子都喂一下。粥在厨房呢，待会儿给他弄。好了好了，待会儿喂你啊，我给肉给你弄烂，肉块太大了，找把肉给它弄烂，这肉块太大了，太小了。好了，你看货塞，我刚才上路上骂他的时候，我去，他活塞的，你还在吃那些饭呢，喂他的那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给你弄，马上好了啊。我去，我看不吃了啊，小肚子吃那么圆，过来这儿呢，来小哥过来，哎呦跑那儿了，你在这儿呢，躲猫猫呢，过来来过来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过来小狗，你看昨天什么情况，你看今天这一天了，这小狗活泼得很，这刚才吃了点饭，然后小肚子吃得圆鼓鼓的，看起来他还有点怕人，过来来，小狗，这儿呢，来，过来，哎，哎，嘿嘿嘿，哟嘿哟嘿，这儿呢，哎，乱跑，嘿嘿嘿，来过来再吃点。这小家伙的饭量还可以，小肚子吃的圆圆的，来过来，还吃不吃了啊？你看，多可爱！可会玩了。那吃啥好吃的呢？丢了个啥跑了，来过来来，看他活蹦乱跳的，都会玩，哦，你看笨笨，笨笨也慌了，笨笨也想出来呢，哦，他在扒拉我，
你那么喜欢扒拉我啊？啊，过来，可痒了，可痒了。这儿呢，呦呦，天哪，你坏蛋！看他一下就把饭给扒撒了，真是的。待会儿我清一下吧。然后呢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小家伙在吃饭的时候我拍视频呢，这个我也不太懂。然后拍完了之后呢，我一看我居然没有点开始的键，然后错过了他吃饭的那个记录。不过我看了他的肚子吃的圆鼓鼓的，哎呀真是的，这不懂录像什么的，弄得没办法记录了。你看在舔我的手呢，抱着他也挺乖的，这也不叫，这小肚子吃的圆鼓鼓的，是吧？你别乱动，别让摔着你了。然后呢，这只狗啊，是阿飞昨天呢救回来的。嗯，来来来，你站好，别乱动，别让摔你，趴好，坐好。这家里呢已经有几个毛孩子了。然后这个呢是阿飞救回来了，等他，我先帮他照，帮忙照顾着，然后呢等阿飞好了之后看这只小狗怎么办。毕竟嘛家里已经有五个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呢看是阿飞自己养还是怎么办，到时候让他看吧。好了好了，慢点慢点。我尊重他的意见。哦，你小家伙别掉下去了，趴好趴好。我还是蹲下吧，蹲下你坐我身上好不好？过来过来过来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你看，让大家看看你的肚子。呼，你干肚子吃的圆鼓鼓的，嘟嘟嘟。小心点。好了，我不抱你了。等一下呢，我让他，等一下我把他放到笼子里，然后让他休息一会儿，吃饱了也玩了这么长时间呢，让他休息一会儿。我要去给阿飞去弄药，叫他起来吃点药。嘟嘟，给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今天呢就先拍到这里了，我拍的也不好，然后呢还忘了点那个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，拜拜。